今早演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先比他拍一些戏哦。你说我吗？对，你是又来又来，又來每年都遗珠。最佳男配角，得奖的是朱千阳。以黑的教育首次入围就拿奖，把朱千阳上台这幕被网友骂没礼貌。庆功宴上，朱千阳亲自还原得奖现场。要是朱的时候，我就对对对，应该是，我就想说。赶快上去，但我知道他们在旁边，所以我想说，我就上去，就是讲他们一一唱名这样子。讲过哪里？急有吗？有吗？怎么了？你说拿得太快了吗？要慢一点。哦，我也没有特别想，因为大家连我门都没有理，他就咻就上去这样子。因为我想说。还蛮近的，对对对，就是然后三步就到了。对，我一跳起来想着跟他抱的时候，他就扑，我说哎，我就跟他讲啊，对，但我觉得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没事，就是大家都在处在一个因为得奖的 moment， 其实没有人可以懂。对，不用啦，不用补报，但我报，补报报，我报一下，我报报。首先，我想谢谢彩姐。第一句就先谢谢彩姐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都是彩姐的人呢、啊。对。然后彩姐刚刚在脸书有发文说很开心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她开心，那我们就很开心。祝福你一切都好。我也祝福她一切都好。我们都是彩姐体系出来的。对。但我们都，就是我们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想法，对对，所以我们就对，但还是很非常的喜欢彩姐，对，就是没有。处不好，确实还没有，真的没有处。我说我。